十八四位身心障碍成员准备手艺的表演，表达对社会各界的感谢。尤其这边林钦恩女士协助因购买交通车，透过简单的关键感恩仪式，众人做伙见证这份爱心。这里家长也非常的辛苦，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来资助他们，可是我们可以用这方面来补助他们这样子。是，那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社会上能够都能够看到这些弱势的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能够抛砖引玉，是不是？对。车子哈啊，让我们这个整个包括跑遍我们啊整个这个南投县各地区来协助哈、啊、我们这些可爱小天使的这个啊活动啊可以啊更顺利哈、啊。特别感谢我们啊林女士。南投县麻烦小天使协会表示，林钦恩女士一再因需要协助，佮表示愿意支持，好这群身心障碍的囡仔，会使伫上课还是做治疗以及工作训练时，有交通工具会使使用，是互相当的甘心。步行车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那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讲，还有家长来讲，更让我们安心。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呢，能够让各界人士能对我们协会肯定支持，还希望说对我们协会能够更多的资源，寻求更多的资源。因为未来我们在成人班的部分有规划一个天使家园，还有一个小型作业所。对着这身心障碍的囡仔大汉有无同款的需求，因此协会目前来提升各种的服务工作，并且加入社区，或大家会使对应更多的协助，会使做伙帮助这囡仔。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